行着无数英雄，热血般清风，情比度更浓，风尘路上男儿泪最重。风平浪静谁人将嘲弄，明山暗通人间咋笑容，苦尽甘为爱忍辱又付出，心中的痛不就有人懂。千里来相送，英雄不珍重，珠宝万两无悔终身，拥入生死宫。人心风雨中，英雄多珍重，臣服嫉妒不畏响亮，壮志气如虹。驼骨呢？这是啥玩意儿？像骨又不像。这是从陆大娘身上搜到的？是，她贴身藏得很严实。什么东西叫？你在看什么？好大的一只鹰啊！哼，鹰有什么稀奇的？稀奇的是这玩意儿。这鹰是冲他来的。这到底是谁的？应该是陆家的。这是蒙古人的玩意儿。有一个蒙古小子跟陆家叫在一起。蒙古小子？谁？以前没有见过，不知道来路。这事让你越办越麻烦了，滚！是。看来我得亲自出手了。这个蒙古小子很难缠。那倒不是，
我想速战速决，免得多生枝节。哎，我们俩的事如果泄露了，你我可就死定了。这我知道，绝不能手软，留下祸根。事情泄露了，我也不怕。雨欣这软骨头，不敢动我。雨欣懦弱，不敢动你。可皇上跟宗人府，这鬼门关难过呀。我们要图长久，不能让皇上知道。哼，你放心，我把他们杀绝，不留活口就是了。来呀、啊！喂，喂，干嘛呀？你转什么呀？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要不是现在落难才迁就于你，我在府里你给我牵马垫背，你还不配呢。三番两次刁难我，欺负我，我宁愿让欧长安把我抓走，也不愿意受你的气。我真的这么让你心烦吗？对，我能不烦吗？我从关外进京，半路好心报信儿，却卷进你们的漩涡里，身体被下了毒，驼骨也丢了，我就是性命丢了还都不知道为什么。可是现在谁跟谁怎么回事，我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叫飞雪。飞雪是豫亲王府的郡主。哦，我阿玛是豫亲王豫欣，保护我的是我的乳娘陆家的人，追杀我的是府里总管罗处。他敢追杀主子，那其中必有缘故吧。因为我亲眼看到他跟我二娘裴尔济世行苟且肮脏的事，他们怕我到热河向阿玛跟皇上告发，他们就派人劫杀我，杀我灭口。哦，是这样。现在我明白了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当然是义不容辞。哎，可惜啊，我现在中了毒。你没有中毒，你根本就没有中毒，是奶娘故意吓你，要你助我们一臂之力。真的？嗯，奶娘根本就没有下毒，是她亲口告诉我的。哦，那你一定知道驼骨了。不知道。你一定见过他吧？没有。这么大，圆圆的，像一把团扇，敲起来会响，骨面还有龟壳的纹路。那骨真的这么重要吗？
当然重要。他让我想起一个人。那是你的心上人吗？不。那，你有心上人吗？你还想他吗？谁呀？他呀。哦，当然想，一辈子都会想他。你也欺负我，算你胆子大。我欺负你？我怎么欺负你了？天都亮了，走吧，该上路了。去哪儿啊？湖北口啊。哦，你不是要出关去热河吗？哦，走。金伯虎和飞雪避开阻碍和拦截，一路顺畅到达高岭。他们相互扶持，消除陌生隔阂。郡主飞雪自幼骄纵，颐指气使，无人胆敢扶逆抗拒，金伯虎却对他直言呼喝，极声斥责。他的憨直耿正让飞雪感受到另一种和人相处的坦率和谐。他们边走边谈，赤诚相对。街上到处都是他们布置的岗哨，别说出关了，露面都难。哎呀，哎，咱们弄点吃的吧，我的肚子都饿瘪了。我比你还饿，我饿的都冒虚汗了。现在怎么办？硬闯肯定是不行了。干什么呢？找到个藏身地方。哪里呀？走。掌柜的，行也好吧，我们投心不遇，盘缠用尽，实在是走投无路。我想把我这妹妹，要卖还是要压？临时压。压多久？不定期吧，我有钱就来赎。哼，那不行，我这里又不是当铺，最短也得压上半年，这样啊，我才能啊多少赚一点钱。把嘴张开，我看看牙。哎，你又不是买牲口，看什么牙？这跟买牲口一样，牙好啊，就说明身体好。我压下他，万一他有病在床上躺上三个月，那我不成了公祖宗了？
你到底压不压？别折腾人。好，30两银子，我压半年。好，30两银子压半年。哎，我怎么回事？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妹妹现在身体虚，她得养3个月，等养好了才能接客。行，可以。接客？接什么客呀？这。看见谁了？苏师傅。苏师傅，他能救我们吗？你等着瞧好了。陆英侯，听说你从铁头喇嘛的胯下钻过去逃走了，可是你还是闻了不少骚气吧？你放屁！我用的是灵猴摘桃的招数，拧住了贼和尚的祖宗牌位，让他老牛掉井，有劲使不出。哼，你啥时候学会这门功夫的？哎，你不知道啊。上，住手。请问是苏公公吧？嗯，正是。尊驾是？啊，不敢。在下罗冲，总管裕王府内外事务。啊，此人姓陆，是王府护卫。他本是受福晋严命，保护飞雪郡主到北郊雍和宫烧香拜佛。不想他居心诡诈，竟伙同一个蒙古盗贼掠劫郡主勒赎。王爷福晋命我追击救人。公公，可千万不要被他蒙骗了。混账！原来你竟是盗匪，掳人勒赎。公公，我差点被你骗了。公公，闭嘴！这姓陆的小子，我刚在路上认识的，我差点被他骗了。不过罗总管说的话，我也不能全信呢。我看这样吧，你把他送官处置。万一他有冤屈，也有衙门能替他伸冤平理呀。好，哎，可我把他送京师提督衙门。那好，你刚才说他还有个同伙？是，是个蒙古小子。嗯，蒙古小子？哎，路上没有遇见啊。这个蒙古小子等押解郡主，也想混出关卡。好吧，既然遇见这档子事儿，就帮你们把盗匪抓住，救回郡主，也好洗脱跟他们是同谋的嫌疑。好，把陆英侯绑了。是。哎，绑了。哼，这是王府的家事，不敢劳烦公公。哎，公公离宫定有要事代办，这王府之事罗某自信有能力处理。罗总管不必客气，其实我也没啥急事，出宫只为迎接个人，见到他我就回去。再说在通往热河的御道上竟有这种掳劫宗亲辱及宗庙的事儿，我岂能撒手不管呢？务必要抓获劫匪，按律治罪。该死，竟敢把郡主卖进昌门，我要把他碎尸万段。什么？他竟敢把郡主卖进昌门？他好大的胆！罗总管，智取当心狗急跳墙啊。这臭小子不知道打的什么鬼主意，先把他关起来，以后再说。哼。哎，你们！我！
们想干什么？哼，我这儿啊是逍遥宫，你们俩呀先在我这儿逍遥，这儿啊隔光隔音，铜墙铁壁。去啊！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怕。大人，您看，你属下认为这个大太监不好惹，怎么办？他是皇上身边的侍卫太监，我们的事绝不能让他知道，一定得想法子摆脱他。要不投其暗算，把他宰了。他武功精纯，是稀世高手，要是能暗算，还等你说。那，让他单独进场馆救人，然后怎么样？行吧。好，就照你说的办。是。公公。啊。在下新交郡主安危，已是张皇失措，幸亏公公提醒，智取胜过猛攻。在下谋划再三，终觉王府无人能胜此艰巨，故斗胆请公公解救郡主。你是说让我进去救他？唯有公公智勇啊。不过这太监进娼馆不太像话吧。事急从权嘛，公公务请帮忙。好，我去救人，不过你可得遵守诺言，送官纠办，不得挟怨动私刑。好吧。刚才是不是有一个蒙古小子领着一个姑娘进来了？哎呀哟，老爷来了。他们您都看不上啊？是啊，还有更好的吗？有，老爷想尝鲜吧。我跟你说呀，你要想尝鲜啊，我们这儿啊有刚冒芽的，你要是想吞蜜枣啊，我们这儿有原封原罐的。什么蜜枣？你给我说清楚点儿。哟，您连这都听不懂啊？跟我走。总管。总管，贾贵来了。谁？王爷长随贾贵啊。王爷呢？没有见到王爷，只见贾贵进官。喏，来了。哟，总管。啊，贾贵，你从热河来，王爷呢？王爷在后边。这个啊，先让我来买点宝贝。哎，这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我追击匪徒，郡主飞雪被裸劫了。啊，郡主被裸劫了？这你王爷什么时候到？王爷要落后两个时辰。总管，贾管事奉命采办，咱们就别耽误他，咱们就按计划抓贼，在王爷到来之前把事情办妥，免得王爷心烦呢。对对对对，在王爷到来之前把事情赶紧办妥，你赶快去调集人手，时间紧迫，火烧眉毛了。是。看来呀，我得去向王爷报个信儿去。哎，不用。裸劫郡主的盗贼已经被我困住，马上就能彻底解决，就不必再禀报王爷了，让他着急。哎，好，
我不耽误你了，咱们各干各的。哎，那郡主到底在哪儿啊？郡主的事你就别管了，你采办你的宝贝补品，安顿王爷过夜落脚就是了。行啊行啊。哎，谁在哭啊？干嘛？好奇问问。他们肚子疼，走吧走吧走吧。老爷您请进啊。嗯，老爷您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。刚才那些女孩子到底怎么回事？蜜枣熟了就会胀，枣一摘呀，肚子空了就不疼了。摘枣？哦，蜜枣感情是这么来的？那女孩子的生机不就全耗干了？她们将来……将来？她们是没有将来的。经过几胎的女孩子都活不长。嗯，这都是谁家的孩子？哎，当然都是穷苦人家的，能吃饱穿暖的会卖儿女吗？嗯，真是长见识了。给我看好了，若有闪失小心你的脑袋。是。我正腾云驾雾呢，你一块砖就把我给砸下来了。哎，你小子还说风凉话，当心你自己的狗命。我这条烂命啊不值钱，我一家五口都已经死了三个了，为的就是忠义两个字。忠义你懂吗？嗯。我跟你讲这些等于对驴弹琴，你们呐，只会舔罗冲的屁股，闻点腥，沾点骚罢了。哎哎哎！哼！欧长安知道我会缩骨法，才吊得我脚尖离地，有力难施。你帮我垫块砖，正好帮我行功运气。谢了，这次啊，要换你当心自己的小命了。您要尝的鲜儿啊就在里边呢。模样怎么样我得先瞧瞧啊。我这儿啊有个窥孔瞧得很清楚。这间房啊是专供有钱的老爷到这儿逍遥的密室。老爷这姑娘啊早就沐浴更衣就等着您呢。近点儿，哎。
来来，近点啊。你小子再鬼也得喝老娘的洗脚水。老娘啊早就知道你心怀鬼胎，是诚心来捣乱的。苏师傅，苏师傅，你怎么会来这里啊？哎，洛桑还不是为了找你吗？皇上，皇上，这位就是裕王府的郡主。你怎么知道？郡主让你受惊了。你是？我叫苏努。苏师傅是御前侍卫，他可是皇上身边。裕王府总管罗冲已经带人把这里前后包围了，他明是搜救，暗藏祸心。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，不然我怕他下毒手。他来这里就是要杀我。屏住呼吸，用毒气灌起来。啊，毒气！是让人昏迷的猛药，快找水，用湿布捂住口鼻，快！从这儿走，我去救那几个苦命的女孩。好，快走。这下干净利落，他们必死无疑。事情是不是真办好了？他们被困在铜墙铁壁中，我放了毒烟，如果他们还想活命，除非是妖鬼神仙。混账，去好好的照顾他，干你的事儿，我出关去迎王爷。贾贵，贾贵，闪开，闪开，让一下，闪开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。站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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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怕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他们动你一根毫毛的。
虎子，醒醒，虎子，虎子，醒醒！来，虎子哥，起来。王爷，前面就到古北口了，派人先行一步吧。哎，贾固这小子到现在还不来接我，他是不是皮痒痒了？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讲，大祸临头了，怎么回事？郡主，郡主被绑架了。郡主被绑架了，被谁？被一个蒙古小贼，他勾结宫里的苏公公，现在把郡主卖进了昌辽。奴才率府里侍卫追赶营救，一路追到古北关口，怕伤到郡主，不敢动手。你说郡主现在在哪儿呢？郡主现在怡春院。哎，你说苏公公，哪个苏公公？苏奴，就是皇上禁卫苏奴苏公公。正是。放屁！你说瞎话都不找时候，你骗我！我前天还见苏奴在热河呢，这会儿功夫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啊！王爷息怒，苏奴确实在这儿，奴才有铁证。什么铁证？请王爷过目。哦，好，快！哎，保护王爷，快点！保护王爷，快！千古一笑，青山迎风醉倒，看那走是飞沙也为你心跳，身在月下垂笑，像你白衣飘飘，温柔像比佳人俏。即使情字难逃，做个情侠也好，情为何物竟是答案得不到，许是真情痴情，许是粗心烦心，也许你还得不到。让我策马扬鞭，豪气冲云霄，山万水要把你的梦找回，我的酒杯一醉，痛饮千杯万杯，为真情放纵一回。江湖中人笑我太痴太傻太累，他们不懂我的爱，你千山万水要把你的梦找回。
痴太傻太累。